輝哥早晨。早晨 Chris。 今天找了幾隻一體化 Integrated Bracelet 的手錶牌子，是即是有幾個款可以作參考。什麼叫做 Integrated 的 Bracelet 先？即是好像殼和帶一體化的，就不是看分開，譬如好像應該類似好像明白明白帶那些這樣，是即是無分彼此。是啦，是帶，是不是叫帶即是殼，殼即是帶？是啦，融合了在這裡的。哇，你這麼厲害啊，輝哥，這是佛學來的，是嗎？你的飯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是嗎？勁到爆啊，輝哥。OK， 那你想貴先啊還是便宜先呢？沒所謂，沒所謂，貴先啦，好嗎？貴啊，這隻喎，應該是吧？這架了喎，這隻整隻金喎，是啊，哇，好重手啊。學阿妹妹說齋，金一定是貴的，是不是這麼說？是啦，是嗎？是嗎？ OK， 是18万多，是金錶啊，18万多啊，機械有鑽石喎、啊，哇，都重手喎、啊、呢、這個、但係我哋唔係賣18万多啦，你講定價啫，係嘛？係10万多少少，好冇？好，10万頭搞掂啦。哇，即係平咗一大截噶喎，呢啲，嗯，啱，即係 Omega， 真係 Omega 嚟喎，係機械錶喎、啊，嗯，size 喎、啊，星座喎、啊，係。咁呢個都係最傳統啦，做啲最典型嘅一個一體式錶殼，成隻鴨咁喎，係嘛？嗯，係啊。這個星座系列也都是這個Omega一體，看隻便宜一點行不行？好，即是容易入手那些，好嗎？容易入手，整個跟著這一隻啦，帝陀啦，這一隻。我先說價錢先，15几，15000几、OK 啊，15000再多一點點。哇，這個尺寸其實真的剛剛好fit 曬，而家啲錶咪話中意唔好咁大隻嘅喎，38mm 喎，即係 fit 到漏油喎。個面又靚咧，三文魚啊嘛。三文魚面色喎。又係機械錶咧。仲有少少夜光喎，依一隻。少少咯。咁你啱啊！如果你太多夜光，依一隻三文魚色咧就會有少少冇咁完美。因為佢做羅馬字啊嘛。係啊。咁你羅馬字又未必咁容易整到夜光嘅。嗯。咁啊 ，OK， 係各個做法啦。呢、這個就有夜光啦。係啦，依、這個咧就有夜光啦。但係個面就幾係正啦，輝哥。咁佢依個面咧，你嗱好老實講啫，呢一隻機車紋面咧，如果一般咧好多都係唔係夜光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做夜光咧，你要做到好似呢一隻咁樣嘅效果先得。呢隻幾好嘢啦，係嘛？又有打點，又有 big date， 係，又係自動，係，又係機械，自家研製嘅，係咯，嚇。咁啊，亦都係佢一體化嘅帶啦。咁呢個一體化帶咧，我又覺得佢做得好貼喎。梗係啊！嗱，有個梗係甩 to 甩依個位咁樣收落嚟，係嘛？梗係你係唔會有見到依個任何嘅虛位嘅。哇！超正呢個都唔錯喎。幾錢啊？輝哥？7999。7999啊？係啦。OK， 跟住睇只天梭。好，跟住有一隻天梭。嗱，兩隻咧，我覺得好似差唔多。不過咧，嗱呢只咧就雖然好似有兩粒的，就唔係 Conno 咁咧。我就真係揾一隻 Conno 俾你，咁呢只 Tissot 咧 ，PRX 咧就真係 Conno 啦，係，亦都係一體化啦，係，係嘛？冇錯，亦真係真真正正嘅一體化嚟。咁啊面都唔差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因為熊貓係咯，白色、黑色咁樣。係啦，咁佢價錢都佢都要成10500㗎，依一隻。OK， 嗱，折實價係105，係啊，折實咗，係啦，好嘛？應該唔止嘅，係啦，都唔貴啊，輝哥係嘛？唔貴，咁你 Conno 啊嘛？咁即係其實呢度係8100几、15几咁，其實係啦，即係三個唔同嘅間距喎。係啊，亦都有貴嘅10万蚊到。咁呢個就係啦，真係要有啲 budget 先搞到喎呢個。係 OK， 咁呢只咧都係接近10万嘅。依個接近曬，折咗計啊，因為原價應該係12万几嘅。係啦，咁呢只幾勁啊？咁佢嗰個依個係玩手工藝多嘅，係咪？是不是叫 GO 啊 ？GO 係啦，格拉蘇提。咁啊，佢我知道呢只咧就叫 Conno 啦，70年代啦，仲有 Big Day 喎。嗯，依啲咁多 Big Day 嘅呢？咦，兄弟喎，如果咁樣算唔算咧？都大家 Big Day 嘛。真係啫。可唔可以咁講，輝哥？有啲 DNA 喺度啊。不過呢只係冇 Conno 嘅。係。咁但係當然呢只冇響啊。係。呢只係 Chiming 係咪啊？都可以打點啊，報時。呢只 Conno 嚟嘅呢只唔同。咁仲有好多功能嘅，咁啊有係咪 Power Reserve 啊？咁但係牌子唔同啦，係，同埋亦都唔係瑞士錶啦呢只，係啦，因為德國嘅，係德國嘅錶啦咁樣，哇嗰、那個
呢個係咪日曆嚟㗎？輝哥係日曆嚟嘅。咁呢個應該唔係日曆喎，呢個哦知啊，係累計。累計時間 ，sorry。日曆就大日曆。日曆係大日曆。呢個係累計時，咦？點解會咁樣做嘅？佢嘅累計唔係行針行個盤仔嘅，點解？係一個小盤仔喎。係咯，佢有佢嘅特色啊。真係德國佬係同瑞士佬係有啲唔同。係啦，好啦，嗱，有興趣朋友咁啊，落嚟揾阿輝哥好嗎？好啦。